嗨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呀！我是肖公公，今天12月12号了。上楼是需要有勇气的一天啊，因为今天太冷了。昨天最高温度都还有20多度，今天的最高温度只有11度，最低温度5度。天哪，真的是上楼顶是需要勇气的一天。大家看看这一颗星影。是不是出问题了呀？这颗星影是笨丫头送我的，10月15号我还发了开箱视频，当时收到的时候挺漂亮的，颜色的话稍微暗沉一点，但是暗纹挺好看。我给大家发一段刚刚收到的时候我拆开箱以后的一段视频，你们看看变化大吗？小伙伴们看到了吧，变化很大是不是？现在我发现这个星影是不是出问题了呀？你们看这下面的叶片，最下层的叶片好像化水了。天啊，不会挂掉吧？挂掉的话我怎么交差呀？而且这一颗头的话我觉得也有问题。我现在先拿镊子把这个化水的叶片给它清理一下，看看感知有没有问题吧。这一片叶片肯定是化水了，晶莹剔透的呀，看，哇塞，小伙伴们，下面居然有一个小头，看到没有？好可爱，好萌啊！啊，这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吗？啊，这片叶片也化水了，杆子看着还是挺好的呀。啊，把这片叶片扒掉。这颗也，哎呦，你们看，它这个化水，看，水都已经出来了，它为什么会化水呢？奇怪啊！这一片也是感觉有点化水了，看，也是化水了。哇，这个装置还挺好看的，这里有一个小头，好萌好萌的小头。看到没？哎呀，刚才我看到好像还挺严重的，把这个扒下来以后，看它这个，生长点也挺好的。然后你们看，它那里面的杆子还是挺红润的。啊，这颗，这个头是怎么回事呀？我先把这边这个搞。这里以前应该是一个花茎，这个地方，这个头现在是最危险的了，这个头，完了，完了完了完了，这个头杆子有问题了，需要帮忙看，杆子是黑的，天啊，这是我一直放在那个挂篮上面养着的呀。怎么会？哇，真的是黑了！啊，妈呀，太可惜了吧！抱了一个小头出来，这里还挂一个头，这个要怎么抢救？我看一下，去拿我的手术刀。妈呀，这个手术刀平时很少用，就已经生锈了。小伙伴们看这个头，就已经黑腐了。黑腐的话，它这里面肯定就是有细菌感染了。我看一看，能不能抢救一下啊？这个给他做这个手术的话，就是一定要露出他的正常的生长组织啊！这颗可能没救了，他这个真的没救了。哇，这里面全都是黑的。看，小伙伴们，小伙伴们，你们看，它这个全是黑的。真的没救了，哎，没救了，没救了，都已经搞掉一半的杆子了，我直接把它从这里砍掉吧。
看一下，你们看，砍下来以后它这个杆子都是黑的，小伙伴们看，砍下来以后它这个杆子都是黑的，这一棵真的是无药可救了，好可惜呀、啊！就做错了啥呀？它怎么会黑掉呢？太让我意外了！啊，这一棵真的彻底没救了。我还得把这个给弄下来，它免得它这个到时候传染到这个主，传染到别的头上就不好了。哇，它这里面都是黑的，天哪，这可不会全军覆没吧？好了，好像到这里就好了。你们看，它这个黑的，哎呀，发现晚了，我还以为那个小头在出状态。没想到是这么回事儿，发现晚了，我还以为是小头在出状态呢。这个的话，我觉得它这个地方已经是正常组织了，应该没多大的问题，应该不会影响其他的这几个头了。莫名其妙的黑掉一个头，这段时间天气那么好，还好他给我了一点小小的补偿，就是这里又长了一个小头出来。我去搞一点那个杀菌的药，把这个地方抹上。来，给你抹一点杀菌的药，及时的把这些病菌给抑制住。今天这天冷啊，看到这一颗心影，我的心也拔凉拔凉的。以前这个小头的时候，我一度认为它是在出状态，我还美滋滋的呢，我还在想着，哎呀，到我这里2个月不到就出那么好的状态了。没想到今天早上发现那个化水的叶片还挺多的，我说拿过来出看一看怎么回事儿。居然发现，真的没，居然发现呀，不对头啊，怎么这个叶片莫名其妙的就掉下来了呀？杆子好像没啥问题，这个杆子好像有问题吗？不会吧，哎，我也给它抹一点。哎呀，这个养多肉啊，什么都不怕，就怕他们生病。一生病了，真的心急如焚呢。好好的，乖乖的，行不行？这一片叶子，哎，感觉也是。不好扒下来了，哦，扒下来了，看一看，给它抹上。等过2天天气好一点的时候，我要拿那个杀菌的药，给它们浸一下盆。好了，争口气吧，心影，别挂了呀。挂了真的就太可惜了，这一颗石榴心心影，本来你看颜值还挺高的，那个小头的颜值多高的。好了，小伙伴们，后续再给大家报道它的恢复情况啊，希望不要挂。那今天这个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喽，拜拜。